哥哥，神机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，岂是你说搜就搜的？军机处首令在此，尔等还不闪开！哼，神机营只属于皇上，军机处有什么资格？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说了算，给我搜！我看谁敢！什么人敢在神机营撒野？找死啊！走私的军衔，刚拿到手就开始显摆了，管得着吗你？再敢上前一步，休怪我枪下无情！你试试看。四三，不要乱来，这位可是王府的羽初哥哥。神机营走私军火，扰乱京城治安，步军统领衙门护军参领爱新觉罗羽初，奉折御王爷手谕搜查神机营，违命者一日拿下。别以为我不敢开枪。耳机崇立明，爱新觉罗羽初。你要搜我的神机营啊？不行吗？行啊，当然行。等等，这么快就后悔了？我崇立明从来就没后悔过。你可以搜，不过不能白搜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说我走私军火，总得拿出点证据吧。搜出来就是证据。那你要是搜不出来呢？你带着人闯到我的神机营公馆，打伤我的人，如果搜不出证据，总得给我一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交代？如果你搜不出来，你就把你自己赔给我吧。我爷，你做梦！那就请回吧。崇立明，就算我肯把自己赔给你，你也未必要得起吧。羽初啊，以你的年纪和你的姿色，陪爷一辈子自然是不可能。不过呢，如果是一晚上的话，倒还是可以考虑。你，好，一言为定，就怕你到时候不敢要。这天下没有我崇立明不敢的事情，请吧。都看了吗？都看了。哎，再这么搜，搜到晚上了。崇立明，你别得意。我为什么不能得意？哦，我知道，输不起想抵赖了是吧？人家毕竟是姑娘，要抵赖也正常的嘛。奎西，你闭嘴。哥哥，我这不是在替你说话吗？我不需要。说吧，今晚哪儿见？哟，你来真的呀？少废话，是个男人就痛快。行，晚上八点，上林仙馆，不见不散。